那一句经文的那一句话让我同理到剧中的秀宇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放下很多了，我没有再那么多的恩怨那一种仇恨。佛法里面有讲说清净生智慧，当你在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解开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你的心先定下来，你定下来之后帮那个智慧就产生，他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去做。